去演出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到一个国度，看到路上的人们表情都是哀愁的。我不晓得，这是我第一个印象的感觉。后来之后才了解他的整个历史背景，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当年在波兰的犹太人被屠杀了400多万，所以那是一个相当悲惨的一个事情。那后来也去参观了集中营，才发现说，哇，那个是战争的那种人性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，就是为什么会为了要屠杀犹太人，然后纳粹是这么的残忍的一个事情。所以透过了辛德勒名单的这部电影，也让大家感受到从电影或从音乐的一个本身当中，会好像抚慰人心，或者是借由音乐来诉说这样的一部令人悲痛的一个历史，那也让大家汲取教训。就没想到俄乌战争又发生，是让我们感觉到很不好这样子。好，现在就为大家演奏，谢谢。Thank you.
太悲情了一点，不过还是最后转换一下心情。大家演奏一首比较甜蜜的音乐，这是来自于英国的作曲家 John Barry 他所写的一首 Somewhere in Time， 似曾相识。这是由林俊的老师为我改编的，谢谢。